大家好，我是小赵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纺车轮的上线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段鱼线。首先，我们把鱼线先打一个结，先按照双八字结的方法，一般双八字结在这里是绕两圈。我给它绕4下，这样打出来的结会大一点。好，再把多余的线剪掉。然后我们把纺车轮先给它装上。装上以后，把这个线穿到离它最近的那个导环，通过离它最近的导环穿过去。然后把线背打开。然后这样绕2到3圈，这样绕个2、3圈左右，1圈、2圈，一般绕2圈就够了。然后。套在这个线背上，套上去以后，把这个带有线结这段线绕过主线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双八字结，也是绕2圈，1圈。绕2圈以后，把这个拉紧，把这段线收紧，收紧到刚好能绊住这个结。线收紧以后，刚才刚好能绊住我们之前打的那个结，这样就非常的结实，就算轻背了也没事。然后就开始上线，把线背。开关给它锁上，然后用这个手压着线，这样上出来线紧一点。这好了，等到这个线背快满的时候，就差不多了，就把多余的线给它剪掉。然后它这个线头上专门有一个扣线器，扣线的地方，把这一段线给它压过去。压到这个专门扣线的地方，这就好。